大家好，我是吴瑞。明天9月5号的星座运势到底如何？赶快来提醒你，有三个星座运势非常旺盛，在这边要恭喜你了。首先要恭喜金牛座的朋友，感情运非常好，家人相处也很甜蜜哦。说的不会很有也不赖，在偏财手上可以有小小的赚头。而至于狮子座的朋友，更是好运当头，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美梦成真。不过三个星座运势弱一点，在这边要留意了。巨蟹座朋友要特别注意，在职场上容易犯下错误。处女座朋友也要特别小心，在合约的签订方面一定要更加仔细。而天秤座的朋友呢，虽然好运不错，但是身体状况有点虚弱，在这方面仍要调适哦。月亮朋友星座幸运数字和颜色这边提醒你，火象朋友是紫色系，最佳数是6；土象朋友是银色系，最佳数是2；风象朋友是黑色系，最佳数是9；而至于水象星座朋友是粉红色系，最佳幸运数字是4哦。